哎，我们来到了富贵嘴，今天也就是我们半年挑战的验收时间了。前几周大家已经看到 Tim 冯里所的这个测验成绩，那就来跟大家公告一下，这半年以来，我上一次测验成绩是应该是一月还是十二月，那个时候时间是26分半。但其实前阵子啊，我在准备五岭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推进成绩已经拉到23分24秒，所以已经算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快的速度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前几天刚好就是工作关系，所以睡眠有点少，然后再加上我已经脚受伤休息一段时间，没有很认真的踩台跟训练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今天的成绩可能会稍微受到影响，但这些都是理由。我今天呢还是会尽我所能的去挑战我自己的极限，就是我的23分24秒这个成绩。所以待会一出发，预计我会先抓240瓦到250瓦的这个平均瓦数来挑战今天的风柜嘴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已经越来越晚了，赶快出发，不然很热。Go go。OK， 我们挑战即将开始，待会过了这个枫林桥之后，准备开始计时。倒数，3、2、1 ，Go。Thank you.
现在的均瓦是260，心率已经来到178了，有点偏高。但现在的瓦数还在可以破最佳的瓦数，再坚持一下。
3.2K， 现在10:30，还有一半。目前均瓦248，有点爆掉了。
哇，心脏好痛。本集影片由 DHRC 梦想高飞跑团赞助播出。我们开立了一系列有关于接下来准备台北马周期的课程。如果你刚好在今年年底呢有报名台北马的赛事，那这样的课程就非常适合你哦。最后一段小下坡，稍微缓和休息一下。今天整体的心率有点偏高，有点喘，均瓦已经掉到235了，下降了10到20瓦，4.3公里，还有2公，还有2K。心率真的整体偏高，有点没办法，但最后一小段了，还有机会接近最佳成绩，还是要拼一下。现在时间19分40，剩1.5公里。
23分20了，最佳时间已通过。啊，最后500公尺了。啊啊！挑战完成，最后成绩25分32秒，挑战失败。噔噔，我的上次最佳是23分24秒，然后大概在佛那边就已经超过我上一次的成绩了。但是今天整体真的是心率有点偏高，因为我骑在过半，就3K 左右的地方，心率都维持在180到185，其实骑到后面已经有点过喘了，而且。在后面的时候，今天就是台风前，你看那个风其实蛮大，尤其在后面几段，那个风很明显，就是一直觉得很逆风，骑到后面真的是有点没力了。再加上今天可能出发时间比较晚了、啊，但这些都是理由，就是我最近练太少了，所以在五岭过后脚受伤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体能是有点下滑，所以今天骑乘起来只有25分半，距离我的最佳成绩有2分钟的差距。但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在下半年半年后再来挑战一次。今天就是我的风柜嘴测验。
非常可惜没有突破成功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嘛，成绩有时候就是训练周期在巅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 tough， 刚好那时候没有录影，但是现在稍微往下降了，所以在现在就最真实呈现给大家目前的状况，实力就只有25分半，但没关系，明年有机会我们去挑战东晋五岭之前的训练，再来实测一次风柜嘴能不能挑战我自己的最佳成绩23分半。今天影片讨论结束哦，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本集影片由 DHRC 梦想高飞跑团赞助播出。DHRC 梦想高飞跑团呢，成立于2017年，是由一群非常热爱跑步的这些选手所创立而成。那当然，里面领军的教练，也就是哲瑞教练我啦。那我们开立了一系列有关于接下来准备台北马周期的课程。如果你刚好在今年年底呢有报名台北马的赛事，那这样的课程就非常适合你哦。我们的课程呢，分别有台北马的徒步班，甚至是抱佛脚班，以及跑者初阶课程，还有跑者的肌力训练。我们在台北马的系列课程当中，在每天加入了训练课。再搭配上周末的团练，可以让你在备战台北马的期间得到更完善的训练，这样对于台北马要突破绝对是没问题的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养成运动习惯的跑者，也非常欢迎你选择初阶跑步课程，我们会透过轻松而且有趣的课程内容，让大家一步一步的爱上跑步。那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的去追求你的成绩突破的话，也可以在一周当中加入一次的跑者肌力训练，透过肌肉端的强化，也可以对于成绩突破是更有帮助的哦。但我们的课程从现在开始可以持续报名到9月11号为止，你只要在课程结账的时候输入 BRLG0930 即可享有全馆的课程9折优惠哦。期待大家可以在接下来加入 DHRC 的系列课程，我们将带领大家在台北马去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